女友的男神回来了，他立马把我调到外地的分公司。大家都说我要被女友抛弃了，毕竟我俩身份天差地别。后来我听见他跟人说，天天跟我待在一起很烦。我忽然释怀，提出了分手，逐渐适应独自在外地的生活。他却不停追过来，为求我看他一眼，不惜在雨中提着蛋糕等了五个小时。可迟到的爱，再深情也没有用了。从早上进入公司大门开始。 我碰到的每一个人都对我说：“恭喜进入办公室。”带我的师傅也是公司的设计总监杨老，拍拍我的肩膀，眼神鼓励：“小林，以后要单打独斗了，加油啊！”师傅相信你的能力。我莫名其妙：“师傅你在说什么呀？”公司群里发的通知你没看到吗？师傅也很诧异：“是早上发的吗？”我在开车没看手机，说着我按亮了手机屏幕，放大那张通知图片。 一字一字读出上面的内容，我像是被施了定身术，久久不得动弹。小林，这个调任你是现在才知道，不是刘总跟你商量后才定下的。师傅的声音将我唤回神，我艰涩的扯了扯嘴角，露出尴尬的笑容。哦，他之前跟我提过一嘴，当时我在忙，没注意听。我下意识替柳如烟找补，维护自己可怜的自尊。事实上，我确实是刚才才知道这件事，我只知道。 之前柳如烟定下的人选是我们部门的另外一位有经验的设计师，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换成了我。我是集团总部研发部的一名高级设计师，也是柳如烟的男朋友。他不经商量，未经过我的同意，直接发布调任通知，将我调派到林氏的分公司任设计总监。虽说是升职，从长远看，对我的职业发展也是一次难得的锻炼机会。但这不符合公司调任流程，于公于私。 柳如烟都得给我一个解释，可我联系不上柳如烟，一整天我都打不打通他的电话。他的助理只会礼貌的搪塞我：“刘总出差了，他特意交代行程保密，不好意思啊。”阮设计师作为下属，我也只能服从命令。他的电话我现在也打不通，不过您放心，一联系上他，我立马汇报您找他的事。这熟练的敷衍态度，仿佛在打发那些有求于柳如烟的小老板们。我明白了。 柳如烟在躲我，柳如烟也知道发布了这则调任通知，我肯定会去找他的，可能他还没想好怎么解释，或者干脆懒得应付我，直接躲了起来。下班后，我浑浑噩噩地回到家里，却接到好朋友的电话，他说在亲戚家新开的会所里见到柳如烟了，麻烦你帮我问一下那个亲戚，看看柳如烟在哪个包间，谢谢了。挂完电话，我就匆匆打车赶去那个会所了。 去的途中，朋友把柳如烟的包间名字发给了我。站在包间门口，我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握住门把手，轻轻旋转。刚把门推开一道细缝，里面传来清晰的说话声：“你真把阮玲调去 C 城的分公司了？”这是柳如烟从小到大的好闺蜜程宁，也是我们集团的一个小股东。嗯，柳如烟漫不经心：“不是我说，你们可是从小到大的感情，以后分隔两地，你舍得？” 柳如烟沉默片刻，语气漫不经心：“天天黏在身边，确实有些烦了。”我握住门把手的左手蓦地一紧。他要是不同意怎么办？你就不怕他来找你闹？分公司等着用人，他不是那种不顾全大局的人，即使找不到我，他下周一也会准时到岗的。柳如烟语气轻快但笃定。我凉凉的笑了，是该感动他如此了解我吗？C 市分公司的总监前段时间被对家恶意高价挖走。 留下一堆烂摊子等着收拾。这几天就算联系不到柳如烟，等不到她的解释，我也确实准备下周一就去分公司报道。他说的不错，我的责任心让我没法放下分公司设计部乱成一团的现状不管。那边等不起，我是想着，实在找不到他，我就先去那边顶着，等以后找到合适的人了，再把我换回来。除了我这个只想留在柳如烟身边的人，其他设计师应该都不会拒绝这样的升职机会。 可是，当听到他那句“确实有些烦了”，忽然间，我像是失掉了所有追逐他的勇气。这两年，我不是没有感觉到柳如烟对我越来越多的不耐烦，但我也只是略有失望，还安慰自己，在炙热的感情也有慢慢变平淡的一天，这很正常。谁让我们在一起那么久了呢？谁都不可能做到在感情中永远保持热烈，永远精力旺盛。可是现在，毫无征兆的，我泄气了，可能是。 长期积累的失望终于在这一刻达到了顶峰，我忽然想放过自己了，不想再千方百计的给他找借口，我不能再自欺欺人，我得正视现实，柳如烟不再爱我了，对于我们的感情，他腻了。最终，我没有走进那间包房，还需要什么解释吗？我不想自取其辱，握住门把手的左手垂落下来，我转身离开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忙得团团转。 忙着交接手头的工作，办理各种手续流程，忙着打包行李、采购生活用品、寄快递。C 市的分公司虽然规模不大，但处在上升期，有机会大展拳脚。我想，可能要在那里待很久，以后定居在那边也说不定。我得考虑周全，把该准备的都准备齐全。周日，我独自一人开车前往 C 市。周一早上，我准时到公司报道。接下来。 我一头扎进工作里，忙得昏天暗地。前任总监临时跳槽，留下的烂摊子足以让我没工夫想任何事。等所有工作理顺后，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，我这才惊觉，我跟柳如烟已经一个多月没联系了。在以前，这对我来说是不敢想象的事，可是真正发生了，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。曾经，我恨不得时时刻刻陪在柳如烟身边，一天都不跟她分开。现在。 一个多月不联系，我每天一样生活，没有任何不适感，连失眠都不曾有过。更神奇的是，这段时间我甚至很少想起他这个人。手上的工作终于都理顺了，我也能喘口气了。这天晚上，我请了部门的同事们出去聚餐。有位同事的工作需要经常跟总部那边联系，从他那里我听到一个消息，听说总部行政部空降了一位经理，来头挺大，叫什么来着？对了。 扬州，他来报道那天是刘总亲自带进公司的。扬州，我愣了片刻，好久没听到这个名字了，难怪。我轻笑，一直没得到的那个答案，这一刻变得清晰明了。刘总亲自带进公司，那来头确实挺大。这位杨经理多大岁数？长得帅吗？部门年轻的小姑娘开始八卦起来。年龄应该和刘总差不多大，长得像男模，会不会是刘总的男朋友？ 不知道，不过我好像听说柳总有一个稳定交往的男朋友，真的吗？对了，阮总，你一直在总部工作，见过柳总的男朋友吗？几双眼睛齐刷,刷刷朝我看来，闪烁着求知的欲望。我装傻，不太清楚。不过，我觉得咱们阮总跟柳总也挺般配的，男帅女靓，你们站在一起的那张照片，看上去不知道多养眼。 我到现在还保存着呢。这位女同事语出惊人，有人讶然：“什么？阮总和刘总还有合照？不是他们两人的合照，还有其他人。不过就他俩最显眼。我刷公司的公众号时，在一篇报道里无意间看到的，因为他们两人过于赏心悦目，我这个眼狗就顺便保存下来了。”说着，这人拿出手机，把照片找出来展示，众人都伸长脖子去看。刘总的身体好像在朝阮总这边倾斜。 真的很般配，是吧？我之前还偷偷磕过他俩的 CP。我瞥了一眼照片，立马想起来是在什么时候拍的了。三年前，那时我刚进入集团，刚好赶上新品发布会。当时是我要求柳如烟先不公布我们的关系的。办公室恋情很难不被议论，尤其是柳如烟还是公司总裁，我不想让自己变成同事们讨论八卦的对象。 柳如烟为此不开心了一段时间，说在公司都不能光明正大来找我了，连吃饭都不能一起，像是在搞地下恋情。那天发布会有媒体来拍照片，我们研发部的几位设计师站成一排，柳如烟最后一个走过来，他却故意没有站在 C 位，而是像是无意般站在了我的旁边。杨老拉他去中间，他拒绝了，说今天的发布会您是最大功臣。 理应站在中间当主角，说着他还故意把身体往我这边倾斜。我低着头，悄悄往旁边挪动脚步。忽然，背在身后的手被人拉住，我愣住，朝他看去。这人却装的一本正经，对着镜头露出标准的营业笑容。没人知道，堂堂刘总会一边面对镜头，一边在背后抓着旁边男子的手不放。就这样，合照被拍了下来，后来还发表在公司公众号上。 现在回想起来，我承认也感受得到，柳如烟确实爱过我。只是岁月流逝，看似平淡，却能量惊人。他能让爱变淡、消失。连续几天，我看到柳如烟都在更新朋友圈，不是跟朋友出去骑马攀岩，就是在会所里醉生梦死。看来没有我在身边，他过得很潇洒。那些照片里，无一例外，我都能看到扬州的身影。 柳如烟一向不喜欢展露自己的生活，朋友圈更是常年不更新。不知道是不是扬州的出现改变了他，激起了他的表达欲。不过这些我都不感兴趣了。现在我满脑子盘着的都是新品的设计方案，那些朋友圈里的照片我也都是扫一眼就放下了。这天下班后，我还在办公室里修改一套设计稿，电话响了，看着屏幕上的名字，我微愣。 是一个多月没跟我联系的柳如烟，电话一接通，熟悉的清冷嗓音从听筒传来，她轻笑：“宝贝还在生气呢。”我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，看着窗外的灯火阑珊，内心一片宁静。虽然过去一个多月了，但未经商量就把我调走，你是不是还欠我一个解释？我这不是想给你更好的发展机会吗？我知道你舍不得走，不想离开我。如果跟你商量，你肯定不同意。 所以你就先斩后奏，柳如烟，你不会不懂，这完全不符合公司的人事变动流程。如果换个人，可能直接撂挑子走人了。你不过是仗着我的不忍心和责任感。林浩，我错了，但我真的是为你好。这些年你在公司做出的成绩，我也看在眼里。你有能力，有才华，完全可以独当一面。你在总部已经三年了，经验也积累够了，只差一个能够尽情施展的舞台。分公司的设计部。 就是我送给你的跳板，跳往更高的台阶，还真是巧舌如簧啊！如果不是亲耳听到的那句“天天粘在身边”，确实有些烦了。我怕是相信了他这套说辞，甚至感动他的良苦用心，检讨自己是不是太任性了？是因为扬州吗？他一回来，你就把我调走了，我直截了当，什么跟扬州有什么关系？我说的都是……他的话被旁边的男生打断，如烟。 等下能坐你的车和你一起去吗？即使隔了几年，隔着电话，我也能听出来是扬州的声音。你们要一起去吃饭？我问。是，我直接挂了电话。想了想，我给他微信发了条消息：分手吧五。五回家后洗完澡，拿起电话，我发现上面有几十个未接来电，都是柳如烟打来的。张松间，电话又响了。林浩，你什么意思？我表达的很清楚。 分手没经过你同意，擅自将你调离，是我的错，我跟你道歉。可我确实是为你好，你可以去问你爸和你哥，去分公司任设计总监，是不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？到底是为我好，还是为你自己好？我冷笑，为什么要这么说？那天晚上，我在会所包厢门外听到你说的话了，我一字一句重复道：“天天粘在身边，确实有些烦了。”林浩，我，你听我说。 那天我喝了点酒，口不择言，这不是我真正的想法。酒后吐真言，不是吗？不是这样的，不只是因为这句话，我语气淡淡。这两年你对我的态度，我能明显感受到。柳如烟，承认吧，你确实腻了，厌烦了，懒得看我出现在你身边了。我离开了，如你所愿，你不该高兴吗？那边沉默良久，我不答应分手。你现在只是冲动，我给你时间。 我们好好冷静一下，林浩，过段时间我再联系你，无所谓，反正分手又不是离婚，不需要经过他同意。六连续几天，柳如烟的朋友圈都是他喝的酩酊大醉的状态，我默默将他屏蔽，眼不见心不烦。最近事情很多，除了新品的设计，部门还新招了三位新同事。之前的设计师中，只有两位有带人的资历，我给他们一人分了一位，剩下一位新人只能自己带。 我叹了口气，团队还是缺人啊，缺有能力、有经验的设计师。庆幸的是，我带的这小孩人机灵又勤快，是个好苗子。就是吧，有点太世故圆滑了。自从叫了我一声师傅起，每天早上都会给我带一杯楼下咖啡店的手磨咖啡。有一次午休时间，我的办公室门开着，他路过时看到我在吃面包，大为惊讶：“师傅，你午饭只吃面包？” 有一份报告急着赶出来，没空出去吃，也忘了订餐。我指了指屏幕，分部不像总部规模大，这边没有内部食堂。有时候加班，急着赶任务，我就会忘记吃饭，等饿的时候才反应过来。我就买了一大箱面包放在办公室，来不及吃饭，或者饿的时候，就会囫囵塞块面包解决。师傅，你等等我。顾小小丢下一句话就匆匆离开。十分钟后。 他拎着一份打包精致的饭菜回来，只有这家没人排队，我怕您饿着，就匆忙先打包回来了，也不知道合不合您胃口，您先将就一下。我看着打包盒上的 logo，一时无语。知道为什么只有这家没人排队吗？因为贵，贵吗？他的质疑真心实意。想到他平时的穿着打扮，以及那辆上班时开的跑车，我明白了，富二代无疑。从那天过后。 顾小小每次中午点餐都会给我点一份，我发给他的餐钱他全部拒收。我知道你不缺钱，但也不能这么浪费啊！你家里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是你爸妈辛苦挣来的，对不对？他笑嘻嘻。我爸说了，他们那个年代，徒弟拜师是要磕头的，年节还要带着礼物上门拜访。您是我师傅，我孝敬您是应该的。每天点一份餐算什么？我爸还嫌我寒碜呢。 还说要挑份礼物让我送给你，千万别，否则我不带你这徒弟了。我威胁道。好吧，他还挺委屈。七，每天下班，只要我不走，顾晓晓也不走。我的事情多，经常加班。你做完了自己的事，就正常下班。我们公司不用搞领导不走，下属就不能走那一套，那不行。我也要多学习啊。听说我们三个新人只能留下两个，我可不想过不了实习期。他振振有词。 和顾小小熟了后，我才知道原来他家开了本地最大的连锁超市。此外，房地产、餐饮等行业他家也有涉足。每天中午他给我订的餐就是他自家饭店做的。不想欠他人情，每次加完班，我都会请他在外面吃个饭。那天我的车子送去保养了，晚上一起吃完饭，顾小小坚持要送我回家，在楼下同他道谢，我转身朝公寓走去。 刚走到大门处，我正要刷门禁卡，旁边阴影里窜出一个人影，我吓了一跳，差点呼叫出声。林浩，是我，柳如烟的脸从阴影中露出来，你怎么来了？不对，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？我惊魂未定，大口喘气。对不起，吓到你了。他抿了抿唇，向这边的同事打听了你的住处。本来想给你一个惊喜的，我思忖片刻，我们已经分手，你的到来。 对我来说不是惊喜，他跨步向前，扑进我的怀里。他抬起头，熟悉的温热气息盈满鼻腔。刚才那个人是谁？他鼻子嗡嗡的。嗯，哦，部门新来的同事，我带着在做事。我推开他，你是总监，还要亲自带新人吗？没办法，人手不够，那我再调几个有经验的设计师来帮你。别开玩笑了，总部现在设计师也紧缺。我听师傅说了的赏，半晌。 他没有吭声，爸。良久，柳如烟才开口：“好久没抱你了，你还是跟以前一样，只是一个拥抱就能让我安心，真好。家里没有你的气息，到处冷冰冰的，我都懒得回家了。我天天发朋友圈装可怜，醉到进医院，你也不心疼心疼我。没有你在身边，干什么事都提不起兴趣，连最喜欢的运动都救不了我。我们不闹了好不好？我错了，不想跟你分手。我从未听过他用这样脆弱的语调说话。” 带着委屈和几分讨好，印象里的柳如烟永远是高傲的、意气风发的。柳如烟，我感受到过夜色里，我望着他漆黑的眸子。曾经，你有过跟我分开的想法，你不爱我了。他惊慌，不是的，那只是我一时的错觉。我以为，说着，他的声音低下去，我以为我腻了，我们在一起太久了，久到我快忘记了我们是在恋爱。是啊，我们从小青梅竹马，还住隔壁。 还没学会走路时，我们就被放在同一块的垫上学爬行。从幼儿园开始到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大学，我们都在同一所学校，研究生也一同考去另一所学校。这些年，我们从未分离过。我一时恍然，原来目前为止，我的人生都和柳如烟相交。就算和自己亲生父母一直住一起，也会有磕绊的时候，更何况没有任何约束关系的恋人。 所以，跟自己和解后，我也理解了柳如烟说的腻了，感情不受人控制，我不能强求他一辈子都爱我，永远不变心，我自己都不能保证做得到，又怎么去要求别人呢？你也说了，我们只是在一起太久了，刚刚分开，你一时还不习惯，以后你会慢慢习惯的，不是这样的。我自己的内心我自己清楚，就这样吧，以后别来找我了。我打开大门，从容迈步，将他关在外面。 林浩，他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：“我想你了，很想。”我的脚步没有停顿，径直朝前走。九，柳如烟的时间好像突然变多了。他每隔几天就会开车来这座城市，美其名曰视察分部工作。他一过来，公司就会组织会议，各部门领导向他汇报工作。一次开完会后，我们散去，只有他还坐在会议室不动。阮总监。 他叫住最后一个准备出门的我，能麻烦你帮我倒杯咖啡吗？他边说边揉着太阳穴，看上去很疲惫的样子，嗓音带着沙哑。好，我应道。从茶水间端着咖啡出来，走到会议室门口，我愣住了。柳如烟靠在办公椅上，双眼闭合，呼吸绵长。他睡着了。我轻轻推开门，将咖啡放在桌上，正准备悄悄离开时，身后传来声音：“谢谢。”我转过身。 你好像很疲惫的样子，没休息好吗？他轻笑，你在关心我吗？嗯、哎，昨天为了中东那边的新业务熬了一个通宵，今天早上又开车两个多小时赶过来开会。我想了想，真诚道：“其实分公司这边有总经理坐镇，不需要你这样亲力亲为。像是今天这个投标前期的讨论会，你也没必要亲自过来，干嘛把自己搞这么辛苦？为了能看你一眼，值得。”他轻声道。我一时哽住。 那个，你现在状态不太好，要不要先回酒店去休息？我问他，摇摇头，没时间了，我现在要赶回 A 市，晚上九点的飞机，我要去中东出差，估计要十来天，想到这么久都要见不到你了，我才在今天赶过来一趟，看一眼，能让我接下来的十多天有所慰藉。我叹了口气，何必呢？是半个月后，柳如烟回来了，飞机落地 A 市机场，她连家都没回。 直接从机场赶来 C 市，风尘仆仆到达公司时正是中午。我和顾晓晓正在公司的露台上吃午饭，我俩的有说有笑被他的突然出现打断。刘总、顾晓晓立马站起身，看看柳如烟，又看看我。那个，我先走，你们聊。这丫头跑得太快，连刚吃了两口的饭都忘了拿走。柳如烟在我面前坐下，半晌没吭声。你吃饭了吗？我打破尴尬。 虽然分手了，但他还是我老板，表面要尊重一下的。他盯着桌上两个一模一样的饭盒以及一模一样的菜色，眼底神色难辨。你们一起订的午饭，良久，他才开口，语气闷闷的。我笑道：“有一次，顾小小看到我在办公室吃面包，就非要帮我订午餐。这是他们自家饭店出品的，味道挺好。我推辞过了，可他坚持每天订两份，丢了又可惜。他不收我的餐钱。” 我就每次晚上加班后请他吃宵夜，还他人情，你还请他吃饭。柳如烟语气不快，他请我了，我再请他，这很正常啊，请来请去，你们的接触不就变多了？你想什么呢？我瞪了他一眼，他是我徒弟，比我小五岁，在我眼里就是个小朋友。可是他看你的眼神一点也不小朋友。柳如烟咬牙，女人最了解女人，你想太多，算了，不说他了。 我给你带了礼物，说着，他将手里的袋子递给我，是一块宝石手表，据说是中东那边曾经消失的一个小国的国宝，颇有历史。柳如烟，我们现在已经不是男女朋友了。我站起身，这么贵重的礼物，我不能收。没有理会他眼底一寸寸暗下去的眸光，我收拾好桌上的饭盒，大步离开。十一，隔天，公司发布了一则通知，总裁体谅分部员工的辛苦，奖励大家做出的业绩。 决定提升员工待遇，为分部增加食堂。食堂菜色丰富，还比外面便宜很多。同事们都很开心。一上午大家都在讨论这事，称赞刘总是最英明、最体贴的领导。我想到了那天和顾小小一样的餐盒，以及柳如烟不快的表情，瞬间又摇摇头：“不会的，在分部增加一个食堂，预算不是小数目。”柳如烟是个合格的资本家，不会为了我。 莫名让公司多出这么大一项开支，他不是这样的恋爱脑。正想着，柳如烟的电话打来了。C 市的分公司去年业绩大幅上涨，总部这边正在讨论提高员工福利待遇的事。我提议了建食堂，全票通过。我还没出声，他就自行解释起来。这样，那丫头就没借口帮你订餐了，你也不用为了还他人情请她吃饭了，皆大欢喜。他的语气里带着得意，怎么以前没发觉？ 这人还有这么幼稚的一面。周六的上午，我正在家里补觉，柳如烟的电话把我吵醒。今天在家吗？在呀，怎么了？没事，就问问他挂了电话，我准备继续睡，却怎么也睡不着了，干脆起床去超市逛逛，买了些菜，回来自己做午饭。刚做好饭，哥们儿打来电话，猜猜我在哪里？他神秘兮兮，哪呀？我随口问道。 你开门，我疑惑的走到门口，一打开，一大束向日葵堵在门口。Surprise！哥们儿咧着大醉的脸从花束后面冒出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惊喜道。他举起另外一只手提着的蛋糕晃晃，生日快乐！我才想起来，今天是我生日，快进来，正好我刚做了饭，一起吃吧。我拉他进门，你还会做饭呀、啊？我一直觉得你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少爷，他满脸好奇。 那我要尝尝你的手艺。吃饭时，爸妈也打来了视频，他们说今天周末，想着我上午肯定在补觉，就没打扰我。爸妈和哥哥给我送了生日祝福。爸妈的生日礼物很豪爽，直接是汇款。我哥更夸张，他说在 C 市给我买了一套公寓作为生日礼物，就在公司旁边的小区。兄弟说他羡慕嫉妒恨，心里不平衡，要我出去陪他玩一天，才能抚慰他受伤的心灵。 我含笑答应。来到 C 市后，一直忙着工作，也没时间出去转转。正好趁着这个机会，熟悉一下这座城市。我开车带着兄弟直奔本地最有名的景点，兴奋的逛了半天。等我掏出手机想拍照时，却发现口袋里空空，我的手机不见了。十二，我记得刚到这个景点大门时，我还拿出手机看时间了的，所以手机不可能是落在车上，要不就掉了。 要不就被人偷了，兄弟总结。总之，找回来的机会很渺茫。我无奈点了点头，只能自认倒霉。晚上回市区，先去手机店买个新的。还好家里人中午刚打过视频，下午应该不会再打来了。我说，一下午逛了好几个景点，晚上准备吃饭时，兄弟接到一个电话，说家里有点事，要先回去了。我把他送到高铁站，掉头去了一家手机店。现在已经是晚上了，买了手机。 只能明天再去营业厅办卡。开车回家的途中，突然下起了大雨。我租住的地方是个迷你小区，没有停车场。我在小区里转了半天，才终于找到一个停车位。停好后，赶紧拿着伞往回跑。走到家门口，我看到靠在墙上、浑身淋湿的柳如烟。看到我，他三两步冲过来，又想来抱我。低头看着自己滴水的衣服，他又顿住了。林浩，你去哪了？ 电话一直打不通，我快疯了！再联系不上你，我都要报警了。你不是说今天在家吗？我看着他这狼狈的模样，叹了口气，把门打开。你先去洗个澡吧。我找了一套自己的宽松休闲服递给他。浴室里传来水流声，我在沙发坐下，开始捣鼓新手机。浴室门打开，柳如烟穿着我的衣服，明明我穿着刚刚好，在她身上却还是肥大了些，看着有些滑稽。她用浴巾擦着头发。 在我身边坐下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的手机怎么关机？下午出去玩，手机丢了，刚买了个新的，还没装卡。我晃了晃手里的新手机。柳如烟松了口气，答应我，以后别让我找不到你了，打不通你的电话。你知道我有多慌吗？我忍不住猜测，你是不是遭遇了什么不测？你也知道啊。我勾起嘴角嘲讽，什么意思？总部发布我的调任通知那天，我就联系不上你了。 打你的电话永远是正在通话中，整整五天，你躲着我不接我电话，不回消息，你知道我当时有多绝望吗？柳如烟擦头发的动作停止，神情错愕，像是终于反应过来，她心虚的躲开我的对视。半晌，她语气愧疚：“对不起，以后再也不会发生那样的事，我保证。任何时候你打电话，我都立马接起。”说着，语气又哀伤起来。 你都好久没有主动给我打过电话了，你不用保证什么，反正我们已经分手了。我提醒他，他垂下眉眼。林浩，我在外面等了你五个小时，想给你一个生日惊喜，装可怜，转移话题。我无奈，下雨了，你不会找个地方躲雨吗？坐在车里也行啊。我不想坐在车里，也不想离开，怕你回来时我错过了。只是淋了一会儿雨，有人开大门，我就跟着他一起进来了。只不过你喜欢的向日葵毁掉了。 蛋糕也不能吃了，还好，给你准备的礼物完好无损。说着，他拿出一串钥匙，我在幸福小区买了一套房子，你搬过去住吧。这个小区环境不好，安全性也不高，你把证件准备好，下周我们去办理过户。幸福小区，这不巧了吗？我摇头，不用了，我哥在这个小区给我买了一套公寓。他懊恼，又晚了一步。十三，这天晚上雨一直没停，柳如烟没有走成，我把床让给他睡，自己睡了沙发。 第二天早上，我刚起床，他已经在厨房忙着做早餐了。起来了，你去刷牙洗脸，我这边马上就好了。他边说边盛面。这是我第一次见他做早餐，没想到手艺还不错，葱油面很香，我吃了一大碗。他很骄傲的样子，还可以吧？喜欢吃的话，以后有机会我再给你做。吃完饭，他主动收拾碗筷。刚洗完碗，他的手机响了。怀州，对。 我昨天没有回去，在 C 市。张总，今天吗？你帮我跟他解释下，明天回去了我请他吃饭。我的嗓音。哦，没事，可能有点感冒。今天没雨，你可以回去了。我看着正在忙着回消息的他，他收起手机，语调委屈。你在赶我？我是怕扬州误会，误会什么？他忽然顿住，你不会以为我跟扬州有什么吗？他不是你的白月光吗？你是因为他才把我调走的吧？ 你在我这里过夜，不怕跟他不好交代吗？柳如烟茫然的看着我，什么白月光？你在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？调走你是我昏了头，是我的错。我当时做决定的时候，并不知道他要回来啊！别装了，你以前大学时就喜欢他，不是？你为什么会有这种错觉？柳如烟放下手机，一副要长谈的样子，说说看，我做了什么让你有这种想法？我认真回想了下。 好像她确实没有明着表达对扬州的喜欢，可是她当时的男朋友是我。如果真的说了喜欢别人，那不成了变心的渣女吗？虽然嘴上没说，但他在行动上可不含糊。我捋了下思路，认真盘点。有一天，我看到你在学校后门那里排队买蝴蝶酥，以为是给我买的，还窃喜来着。可是我当天并没有收到蝴蝶酥，却在扬州的朋友圈看到了，他说是喜欢他的人买的，到现在。 我还记得那条朋友圈的内容，想吃蝴蝶酥了，他居然愿意排队两个小时给我买。有人喜欢就是这么任性。那时候大学后门的蝴蝶酥搞什么限量供应，味道又确实好，每次都要排队等很久，很难买到。而杨舟和柳如烟都是学生会的成员，平时接触也多。我记得当时就质问了柳如烟，问他为什么给别人买蝴蝶酥，他却根本不承认，说我看花眼了，他没有排过队。 柳如烟皱着眉头回想了下，我想起来了。他猛地坐直身体，那时候跟程宁比赛打羽毛球，我输了，要答应他一个要求，他就让我去排队帮他买蝴蝶酥。他喜欢扬州，就把蝴蝶酥送给他了。你帮程宁？那我问你的时候，你为什么死不承认自己去买过？那不是因为输球了，我觉得丢人吗？他尴尬的笑了笑，你知道的，我爱面子。你是我男朋友。 我怎么能让你知道我不如别人？不过就输了那一次，以后我可是都赢了。所以这次误会是因为他的该死的胜负欲。十四，等下，程宁喜欢扬州，我怎么不知道？程宁是柳如烟的发小，一起玩到大，后来也跟我们在同一所大学，我们关系挺熟。他何止是喜欢，简直是超级舔狗。人家说什么他做什么。柳如烟嗤笑，程宁刚追扬州的时候就送了他一块名表。 扬州把表收下了，却告诉他还不想谈恋爱，只想专心学习。而且他不喜欢高调，不能因为被追求而成为大家讨论的对象。程宁那笨蛋就把这话奉为圣旨，坚决执行，还拜托我们几个不要把这事告诉别人。追个人还偷偷摸摸的，今天送个这，明天送个那，人家什么都照收，但就是不答应他。扬州说在学期间不谈恋爱，他就以为毕业了就能追上，结果人家还没毕业就出国了。 后来我才知道，扬州在国外期间，程宁还给他转过不少钱。沸羊羊见了他都得叫声大姐。我回过未来，猛然发现一件事，我明白了，程宁喜欢扬州，而扬州喜欢的是你。原来一切竟然是这样，我现在一切都知道了。可是我的心再也不能毫无保留的去爱他了。误会之所以存在，也不都是程宁的错。扬州真正的喜欢的人就是柳如烟。柳如烟被我吓到了。 他不敢相信我说的话，只觉得我是在开玩笑。他的声调都变了，怎么可能？当年我误会你喜欢他，还不止这一件事。有段时间你换了手机壁纸，我无意间看到扬州的手机屏幕，发现你们用的是情侣壁纸。柳如烟并不知道这回事，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跟他说过。因为当时他对我的态度冰冷至极，不管我说什么，他都觉得我是在骗人。你说的是那个傻缺二次元的壁纸？ 我不是跟你解释了吗？是程宁的恶作剧。当时他把我们整个宿舍的手机壁纸都偷偷换了，全是那种很沙雕的风格。我平时从来不换壁纸的，懒得操作，就放着没管。后来你说让我换壁纸，我不是按你的要求换了吗？我点头，所以又是程宁。那有没有可能是扬州让他这么做的呢？等你换了壁纸，扬州再换了跟你对应的情侣壁纸，并故意在我面前看手机。 让我误会，柳如烟愣住。我接着分析，而且当初他发了蝴蝶酥的朋友圈，我去找你对质，你不承认买了蝴蝶酥，还说没看到扬州发那个朋友圈。我又打开微信，发现那个朋友圈不见了，觉得可能是他删了，所以你是真的没有看到，还是看到了？因为心虚，所以不承认。真没看到，太眼神肯定，生怕我不相信。我记得你虽然不爱发朋友圈，但喜欢刷。 你没看到，只能说明扬州给那条朋友圈分组了，只有我一个人能看到。你分析的好像很有道理。柳如烟迟钝地点头，这才一点点相信了事实。那么，这次扬州来集团工作是怎么回事？又是跟程宁有关？真的是程宁推荐的？我发誓，你也知道，程宁在我们集团有点股份，他又是我发小，他来拜托我，让我给扬州一个职位。 这点面子我得给。说着，他忽然瞳孔放大，恍然大悟。最近我见扬州的次数很多，都是程宁约我，他跟着一起在。不过他总是喜欢跟我聊天，有几次我都不耐烦了，他还直勾勾看我。我明白了，他知道你调走了，可能还从程宁那里了解到你跟我说分手的事。他想趁虚而入。林浩，你得相信我，我没有被他诱惑，我甚至没有单独跟他待一起过。 我语气淡淡，相不相信也不重要，我们分手了不是吗？怎么又来？回去吧，你不走我就去住酒店了。十五。后来的一段时间，柳如烟每天都来找我，有时候约我出来吃饭，有时候给我发各种消息。虽然很多时候我都因为工作不搭理他的消息，但是我每天还是能持续不间断的看到他给我分享他的日常，看着微信上的那些照片，我想到了曾经那个卑微喜欢他的自己。 当时我也是如此，每天给他发各种消息，但是大多数都是石沉大海。记得有一次我胃病发作，痛到站都站不起来。我想去医院看看的时候，已经是凌晨两点，因为我们住的地方比较偏僻，所以来往很少有车辆。我痛得在床上打滚，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打电话给他，但是柳如烟甚至没有接通就挂断了我的电话。那时候我才发现我真可笑，我这座城市没有什么朋友。 好像生活中只有他一个人。现在我生病了，脑中竟然一个能帮忙的朋友都没有。三个电话打过去，那边接通了，柳如烟冷漠的声音响起：“这么晚了，你不睡觉打我电话干什么？你不会这么大了还不敢一个在家吧？”我一时语塞，不知道应该说什么。胃痛让我直不起身子，我觉得自己就像个小丑，可笑的令我心疼。刘总，怎么不喝酒了？ 是我今天找的小哥哥们不符合你的心意吗？我可是按照你家那位的风格找的。我的脸色煞白，在我在家里被病痛折磨的死去活来的时候，原来他就在外面过得灯红酒绿的生活。我和他的这么多年的感情，到底被他放在什么地位呢？他心里到底有没有我这个人？你大半夜打电话怎么不吭声？我大喘着气，用尽全身力气回话。我现在胃疼的厉害，你能把我送去医院吗？那边环境嘈杂。 我不知道柳如烟是故意还是无意没听见我说话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我这边吵，你就不能大点声吗？算了，我看你也只是没事找事，我挂了。你们有什么要事，别来找我。电话被挂断的很快，我甚至来不及反应。柳如烟没有给我任何说话的时间，他不在意我痛的打滚，也不在意我是不是会出事，在他眼里，我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玩具。只有在他无聊的时候，就会把我召唤，当他不需要我了。 我就很快被他踢走。思绪想到这，我又回到现实，看着他现在给我发这么多消息，而我有一条每一条的回复，好像一切都不一样了。如果柳如烟的那些朋友看到，可能都会惊掉下巴吧。当时那个被他们嘲笑的舔狗，现在竟然站起来了。在他们眼里，我就是柳如烟的附属品，没有自己的人身权利，我的一切都是围绕着柳如烟展开的。你不要给我发那么多消息了，我现在不想谈恋爱，我怕我心又软了。 但是我真的没有那么多时间精力去陪他玩了，我的年纪也大了，家里催婚催得紧，父母对我这份恋情都不看好，他们不喜欢我这么自卑追求自己的爱情，因为我家里的条件也不差，我的可选性也很多，如果不是我只要柳如烟的爱，他们能给我找到很多门当户对的对象，也不用我这么主动去追求。柳如烟沉默了很久，我才收到他的回信，我知道你现在对我没感情了。 但是我相信我能让你回心转意，麻烦你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重新去追你。我过去伤你太深了，我知道，我真的心里有愧。求你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去补偿你。如果是以前，我一定会非常高兴，甚至马上投入他的怀抱，和他回到热恋时期的状态。但是现在经历了这么多，我根本没心情去开始一段新的感情。爱一个人太痛苦了，我只会失去自己。十六，周一早上刚到公司。 我就收到柳如烟的微信，我已经把扬州辞退了，坚决不给他接近我的机会。我还把程宁骂了一顿，他自己傻缺还连累我。林浩，我对其他男人都没兴趣，他又在表明他的决心，但是我真的没有一点波澜反应。我放下手机继续工作，没回复柳如烟，却丝毫不影响他的热情。他每天都给我发微信，时不时一条小笑话，连看到一朵奇怪的云也要拍照发给我看。到了晚上。 他像汇报工作一样，把自己当天做了什么、吃了什么、玩了什么都罗列出来，最后他都会来一句：“今天十点前回家，早睡早起，又打卡一天了。”看着这样的信息，我只剩无奈。曾经我百般红柳如烟，想要他早睡早起，因为他经常熬夜喝酒，还为干和胃的问题住过院，医生说他要好好养身体。可是他完全不把我劝解的话放在心上。 我好说歹说，他都不听。后来我生气了，直接命令他必须每天晚上十点前到家。到现在我还记得当时听到这句话，他似笑非笑的眼神，仿佛在嘲笑我的自视甚高。你是我什么人？有什么资格管我？虽然话没说出口，但我体会到这意思了。那时我对他的爱还没消退，看到他那个眼神，第一反应是难受。 然后下意识不想惹他不开心，就再也不敢在他面前用这种命令的口气说话了。他依然放飞自我，每天熬夜，跟朋友在会所玩到半夜。他自由自在，想去哪里就去哪里，不用向任何人报备行踪。这两年，他渐渐不再把我的话放心上，不再把我的喜怒哀乐当回事。我只跟他一个人谈过恋爱，我不知道别的情侣是怎么相处的。刚发现他对我的态度变冷淡时。 我是恐慌的，我怕他不再爱我。可是，在日复一日的被忽视、冷淡，甚至冷暴力后，不知不觉，我对他的爱在慢慢减少，直到一无所剩。我不再爱他了，我决定分手。如今，我离开他了，他却忽然记起了我曾经的话，并开始每天按照我的要求早睡早起。受过伤的心无法康复，这种迟来的深情不能打动我了，我也不稀罕了。 就算他现在表明自己有多爱我，对我亏欠有什么用？之前的伤害根本不能弥补，我不会再爱他了，我也不敢爱了。周五的晚上，我再次加班，想着把事情都做完，周末两天可以回一趟 A 市，看看爸妈。忙完后都快九点了，我关电脑关灯，走到外间，顾小小也刚收拾好，他起身，师傅，一起走吧。不知道是不是最近连续加班的原因，头昏昏沉沉的。 出公司大楼下台阶的时候，踩到一小块西瓜皮，顿时天旋地转。还好顾小小及时扶住我，才免于我从楼梯滚下去。但脚腕的伤没躲过，一阵剧痛袭来。顾小小看我无法走路，送我到医院。医生说轻微骨折，要打石膏。回家的计划泡汤，不想让爸妈担心，我没告诉他们实情，随便扯了个理由，说这周有事，先不回了。打了石膏。 拄了拐杖，行动不便。顾小小非要来照顾我，在他的各种死缠烂打下，我勉强答应让他给我送一日三餐。师傅，你现在是孤家寡人，我反正闲着也没事干，我来帮你一下，怎么了？可是每次送完餐，他都赖在家里磨磨蹭蹭，好半天才走。我现在才发现，原来走出去并不难。分手后，我也要学会走出自己原来的生活了。认识新的朋友，并不是一件坏事。 顾小小是真的很可爱的小姑娘，跟她在一起，我总感觉自己年轻了不少。周日中午，顾小小送完午饭，又故伎重施，想要留在我家。哎呀，师傅，客厅的地好像不太干净，我给你拖干净了再走。扫地机器人还是太呆了，没法跟人比。然后他拿着拖把，对着那一小块地，反反复复拖了快半个小时，我再三催促，他才不情愿的放下拖把。 一步三回头的朝门口走去，师傅，你真的忍心赶我走吗？小姑娘扒拉着门，一副小可怜的模样，让我好不忍心。她怎么总是这么没脸没皮的？好像我的拒绝对她来说起不到一点波澜。顾小小，我叫住她，我刚结束上一段感情，现在也没有恋爱的打算，而且你比我小五岁，作为成年人，顾小小对我的殷勤心思昭然若揭。 我只是看她是个小姑娘，不好意思点名，才让她在我的生活中上蹦下跳，刷存在感。我直接挑破，你现在能找到更好的，她肯定比我年轻，而且心里没有别人，所以不要在我这里浪费时间。顾小小沉默几秒，说：“你前女友是刘总吧？我很奇怪，我和柳如烟的事情怎么会这么多人知道？我以为我和她的地下恋情，只有柳如烟周边的那些狐朋狗友知道。你怎么知道？” 就没见过这么喜欢往分部跑的总裁，而且他看你的眼神太明显了。我估摸着设计部其他同事也都看出来了。师傅，你是不是要和他复合？我觉得你们不配。你要是和他在一起，还是会受欺负的。我和你在一起这么久，我知道你是个很好的人。我不想让你受伤，我不会跟他复合，还不带他高兴。又接着道，但也不会接受你。我现在只想搞事业。顾小小委屈的抿了抿嘴，你拒绝你的。 我追我的，别管我。说着，赌气朝外走。我叹了口气，心想他只是小孩子脾气，等什么时候想通了，就会知道我的良苦用心。刚走了两步，门铃响了。奇怪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竟然这么多人来看望我这个病号。顾小小打开门，发现柳如烟站在门口，她很惊讶，想到之前她听到的那些传言，她看他的眼神充满着不善。你们不是分手了吗？ 刘总，你来我师傅家不太合适吧？小姑娘说话直来直去，也没想过绕弯弯。我听着倒吸一口凉气。他知不知道自己是给谁打工？他得罪柳如烟，最后有他好果子吃，还真是仗着自己年轻来整顿职场来了。十七，柳如烟咬牙切齿：“你怎么在这儿？”顾小小得意洋洋：“我来照顾师傅，照顾林浩。师傅脚踝骨折了，不是吧？不是吧？” 师傅还没告诉你他受伤的事，他不跟你说，你都不知道自己主动来问他吗？柳如烟脸色铁青，他侧身挤进屋，快步走过来。林浩，你怎么伤这么严重？怎么伤的？医生怎么说的？要不要去住院？我抬头看向门口，小顾，你先回去吧，我和他有事要说。顾小小看到我失意的眼神，才不甘愿的朝外走。师傅，你说过不会开始一段新恋情的，你不会骗我的是吧？ 我会一直等师傅的。我年轻漂亮，师傅你一定要先考虑我哦。关门的时候，他还不忘丢下一句：“师傅，晚上我再来给你送饭啊。”等门关上后，柳如烟突然在我身旁蹲下，看着我受伤的脚踝，眼神充满心疼。半晌，他抬起头，眼神哀伤：“林浩，我很难受，你受伤了却没告诉我。以前你有任何事都会第一时间联系我。” 你把我当外人了，说着，他声音哽咽。我看着他这样，明明我已经发誓不再爱他了，但是我的心还是痛了起来。我这个人就是恋爱脑晚期，我从以前就经常被他们说，但是我甘之如饴。怪我，这都是我活该。这两年我太混账了，彻底凉了你的心。现在我时常想起这两年自己做的事，对你爱答不理，接你的电话看心情，收到你的微信当作没看到。 直到最近，你用同样的方法对我，我才能体会到你当时有多难过、多伤心。我真是该死啊！怎么舍得那样对你呢？明明我曾经下定决心要尽我所能让你幸福一辈子。我叹了口气，都过去了，以前的事不重要了。柳如烟面色痛苦，将头埋在沙发上。是我毁了一切，我原本可以很幸福的。林浩，是我不惜福。从小到大，我过得太顺了。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太久，你对我又太好。 让我一时忘形，忽略了你对我的重要性。我以为是我腻了，想要离开你，呼吸点自由空气。我们从小到大都没分开过，我一时想不通，以为自己失去了自由。等到你离开了，我才惊觉自己有多离不开你。没有你，每一天都变得枯燥又漫长。我好像对所有事都失去了兴趣，打不起精神，浑浑噩噩。就连签成了中东那边几亿的大项目，这样能让我兴奋的事，没有你在一旁分享。 也变得索然无味。我白天想你，无法集中精力；晚上想你，辗转难眠。无数个夜里，悔恨腐蚀，煎熬着内心。当初自以为是的把你调走，是我做过最后悔的事。身边没有你了，我每天发疯般的想见你。这次你受伤了，送你去医院，守在你身边的是别的女人。你知道我有多嫉妒她吗？现在我都不想回 A 城了，我怕离开后，那个顾小小会趁虚而入。 他在你脆弱的时候照顾你，万一你对他动心了怎么办？你这样优秀，除了顾小小，身边肯定也会有其他追求者。我当初是怎么放心把你一个人调往外地的呢？如果你在我身边，其他女人都不是威胁，我会把他们都赶走。可是现在你我分隔两地，我每时每刻都在担心，怕有其他女人来对你献殷勤，真是自作孽不可活啊！十八零号。 柳如烟忽然抬起头，哀求道：“我们复合好不好？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不想再这样被反复折磨了。”我沉思半晌，语气诚恳：“感情这件事真的很奇妙，不受人的自主意识控制。如果我还像以前那样爱你，不论你怎么对我，我都舍不得离开你身边。但你知道的，柳如烟，我现在不爱你了。你懂那种感觉吗？就是你再也无法牵动我的心绪了，我不会再无缘无故想你。” 你受伤了，我不会担心；你累了，我不会心疼。对于我来说，你变得和普通朋友差不多，所以我不能勉强自己和一个不爱的普通朋友在一起。柳如烟眼眶含泪，求你别说了，我感觉自己在一寸寸被凌迟。你不爱我了？谁能想到会有这一天？曾经我敢那样肆意伤害你，不就仗着你爱我吗？笃定你离不开我，永远不会放手。现在我的报应来了，林浩，你不爱我了，不和我复合是应该的。 我只求你不要这么快爱上别人，好吗？我要尽我最大的努力，让你再一次爱上我。我苍白笑了下，好像我已经失去了爱人的能力。我现在没有再和一个女人发展亲密关系的打算，我只想好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，这就是我现在最真实的想法。我只想好好搞工作，我的未来恐怕不会再轻易去接触新的感情。那就好，柳如烟庆幸道，只要你不想发展新的感情，那我还有机会。后来的几天。 顾月月仍旧没有放弃来找我，他好像铁了心要追到我，但是我真的不想开始新的恋情了。你趁着年轻，应该去考虑一下你的未来。我对你来说不太合适，而且我现在还没有完全忘记上一段感情，我没办法去真诚的对待下一份。顾月月沉默了一会，后面叹了口气，我知道了，师傅，你还是爱刘总吧，只要你喜欢就好，我只想让你幸福。少女的爱意真挚热烈，但是给予到我，我却没办法回复。 后来，顾月月好像突然想通了一切，选择辞职。我和他回归了最普通的朋友身份。十九，一年后，我辞职了。为什么？你是在躲我吗？我到底做了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辞职？柳如烟问我。之前不是你说的吗？C 市的分公司是你送我的跳板。既然是跳板，我当然能借此机会跳往更高更好的地方。自己开设计工作室是我早就有的打算。我不想给你打工一辈子。 有自己的事业不香吗？而且家里人都很支持我出来单干，我哥还给了我一笔创业资金。我不是责备你出来单干，林浩，你明白的。你做任何事我都支持你，我只是有些受伤。你从未跟我谈过自己对未来的规划，没那个必要。我们已经分手这么久了，好聚好散不行吗？我残忍道。柳如烟像是习惯了我这样的说话方式，并没有生气。你哥给了你创业资金，我也给你一笔吧。创业艰难。 尤其是初期烧钱厉害，不用了，我冷淡拒绝。那个他迟疑了一下，你刚离开公司，顾小小也辞职了，他是要帮你创业吗？不是，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，你不用担心，我真的没打算谈恋爱。我摇头，虽然他有过这想法，但被我拒绝了。我说，他也是正经富二代，家里不差钱，出来工作是想趁着年轻，为自己的理想任性几年。 他们家里人不会放他一直在外面的，他也要回去继承家业了。柳如烟松了口气。不来你这就好。工作室成立那天，很多朋友送来花篮，其中有两个花篮格外显眼，一个装满了向日葵，一个装满了小雏菊。小助理问我，阮总，这两个花篮看着就不便宜，要不要单独收起来？不用了，登记一下，和其他花篮放一起吧。有几位朋友亲自来恭贺，他们也是我未来潜在的客户。 我笑着走过去迎接，阳光迎面洒下，我的内心一片灿烂。过去的自己卑微，像舔狗等待着别人的爱意，周围全是一些卑劣的声音。但是现在，我只需要活出自己的人生。我的周围鲜花簇拥，我的未来一片明媚。全文完。